这是羊肉串料，这是牛肉粉虾筋，这是白肠，这个是麻辣豆瓣料，这个是松肉粉，这个是花椒，这是孜然粉，这个是口香豆腐料，这个是枸杞酒，这个是这个是料酒，还有那个槟榔香水，就这样取料啊。这个这是烧子，我们在右铺都是称好的，这一烧的是三扣，三扣，这三扣是多少呢？就是这样，这个是麻辣臭干料，三百四，这样都是三扣，这个是麻辣臭干料。现在我全部介绍一下这个药，一是多少啊？这个是铁拳一号，铁拳一号是这样多三扣啊，这是羊肉串料，这样多三扣啊，这个是白糖，这样多，这个是味精，这样多。金盐跟这些都有区别的，金盐这个挺沉的，这个是多少呢？三百是，这一瓶上是三扣啊，这一瓶上三扣啊，别抬得太高，这一瓶上三扣，牛肉粉香精这样三扣啊，这个是松肉粉，松肉粉是这样三扣啊。这个是枸杞酒，这个是槟榔香水，这个就边放的时候再看，这个时候看不了多少啊，这个就这样，我开始现在开始配方。这个就是飘香酱，飘香酱怎样做，就是看这个是要红辣椒、泡椒，泡椒这个就是泡椒啊，泡椒这个是，然后第二样是芝麻酱150克，花生酱200克，麻椒油40克。大蒜苗100克，花生粉、花椒粉30克，味精80克，铁拳一号40克，鸡精100克，白糖20克，精盐40克，泡椒是500克。然后把这些弄在一起烧油，烧了，然后这个制作办法就按这个资料上制就行了啊，制作出来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啊，就这样。这个口香豆腐料怎样配？就是按500。配红薯淀粉配的话，这个整个配方就按这个500克红薯淀粉配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按50克红薯淀粉配啊，看多少？50克。好，这样就行了啊，50克，差不多啊。嗯。在第二样你看放什么？第二样是牛肉香精粉30克，30克，那么50克就是3克。再来是小飞粉20克，那就是2克。再来是鸡精30克，鸡精30克，这个烧这一烧没有3克，这个挺好，鸡精挺好，这是来一下，这个30克，3克。再是铁拳一号40克。这些用的是80克，那么就是8克、3克、6克，哎，8克。再来是干生姜粉，这是生姜粉，生姜粉是20克，还是2克？然后是白糖15克，就是1.5克。我味精270克，270克就是50克，就是27克，27克就是9321234567八9，好，3×9=27克。然后是精盐1650克。1650克，那就是拿秤一下，一斤三两，165克就是三两三，这一斤掺一点就行了啊。好，
正好是已经差一点，就正好是3:03。再来是这个狗屁股，就用食用日本法哈。就是您就这样，就放这样一点就行了哈。放这个不能放太多了。用的是你用这个就用麻辣特干料。320克的话就是我们这50克就是32克，1、3、6、9克，12、15、18、21、24、27、30，好，32克，好，这就完了，完了，这样的话调均匀。我把拌均匀，这个鱼正好是1斤半的，一斤盆子是2两，盆子8两，那是这样配，就是说在市场上，比如说买了5斤鲜鱼，那么配方就按5斤鲜鱼配方，不能说把那里面那个肠子组织去掉了，然后再配，这样效果就不好。这个配料就必须按买多少按多少配。那这个是1斤，那么我们现在破了没有成，我们现在这个就一共加3两，那么就是1斤除2两盆子就是8两，8两我们加3两，那么就是1斤1两，我们就按1斤1两算啊。这个配就按1斤1两，这个是麻辣臭豆腐，1斤1两，这个把质量拿出来。这个鱼的麻辣臭豆腐是100克，那么是1斤1两就是11克，11克就这样，这以上是3克、6克、9克，好，就11克，这第一样。第二样是话，第二样是什么？鱼，第二样金掌香水啊，这样就1斤1两放多少？你看好，就看放这样多，这样就行了啊。再第三样是枸杞酒，这是枸杞酒，这个枸杞主要是补肾的，这个你不能倒太多了啊。这样看好，这是这样就行了啊。再来是，你看你知道那边是第一。再是小黑粉，小黑粉打的，等一下，小黑粉是6克，6克那么是1斤1两，就是0.66克，这个就难一点点啊，这样就难一点就行了。然后第二看一下，再就是精盐，60克，那是1斤1两，就是6.6克，这样，再来一点点，好。再是白糖90克，那就是9.9克，1斤1两。啊，9.9克，好。再是味精80克，80克就是1斤1两，是8.8。好。再是天天一号40克，那就是4.4克。有点多啊，今天都抢两瓶粉啊，轻点。再是生姜和香葱，这个是生姜和香葱剁在一起的啊，这样就看多少放多少，这样就这样就行了。然后这个香酱，红薯淀粉，香酱酱，这就是这样，香酱酱这样搅均匀。香酱酱放哪里？红薯淀粉哪里？从哪来？这个是1斤鱼，就看这样大一个勺子啊，嗯，好，那么就是1斤鱼就要这样一勺就行了，那1两再加一点点啊，啊，这个就行了。然后是红薯淀粉150克，就是这个是红薯淀粉，嗯，这一斤的话就是这样，你那手大的话就是这样一小把。一斤就一把，10斤就10把，这样放，我们就这样放一下啊。好，这个就行了。
再来是还有一样，是吧？再放是牛肉香筋，牛肉香筋是一斤是十斤鱼是十克，那么一斤一两就是一点一克。你看这个问题，好，这个行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个呀，这个马上调。好，现在先把羊调一调，听听这些干的。这个料调好料过后，就可以帮帮火均匀。这样子把调均匀就行了，调均匀，调均匀。一两就是盆子，四两就是一斤匹配，就是便于数量太少了。那么你回去以后配了要这样配，鸡腿与鸡肩分开配。为什么要分开配？就是说鸡腿跟鸡爪它的大小不一，它进的盐味也就不同，对不对？它效果就不好。如果你回去分开配的话，那它的效果也明显比我们今天配的这个方要好啊。现在我们开始配，这是一斤七两。麻辣这个呢，鸡就按鸡翅、鸡肩、鸡腿这个地方配。那麻辣这个呢是九十克，一斤七两，一斤的九，七九六三就是15.3克，三、六、九、十二、四、五，好，这样子。再第二样是鸡盐60克。今年六十克就是16.02，就是13.23，33，占了1.2。好，然后是槟榔香水，这一斤七两就放这么多。好，再来是提炼一号40克。40克，一斤七两是4728，就6.8克。6克，再来0.8克啊。再是生姜和香葱，好。然后是松豆粉是。松豆粉20克，那就是一斤七两，3.4克。好，再来是白糖7克，就是白糖7克，14.9是1.19克。再来是芦笋淀粉，芦笋淀粉。再来牛肉香筋10克，一斤七两就是1.7克。好，这个就完了。好，稍微看就行了。这个麻辣猪肝料就是90克，90克就5两，就4.5，4.5一勺半。好，在这儿金盐，那金盐这个跟鸡腿有点区别，就金盐是放36克，十斤就放36克，这个5两就放1.8克，这样。然后是味精90克，90克了就是5.5一勺半。好，然后是槟榔香水，然后是提炼一号，提炼一号40克，那是4.2克。
生姜和香葱，再就是酸肉粉20克，20克就是5两就1克，这样做。然后是白糖7克，10斤7克呢，5两5斤3.5，0.35克，这样做。红薯淀粉150克，10斤150呢，这也是少一点啊。然后是牛肉香煎是10克，1两就这样一点，好，这个就完了。这干巴了，好。1斤2两，猪肉跟排骨2样，我们今天是数量太少了，就2样在一起过。但是你们呢就必须要猪肉或排骨就2样必须分开配。猪肉是配方2上面指定配猪肉，排骨是配方5上面指定的配排骨。那么今天我们在一起配，数量太少了，但是你们回去分开配的话，这2样的明显效果要好，我们今天这个要好啊。这是麻辣，这里是1斤麻辣猪肉量是110克。110克1斤就是11克，11克就是1、3、6、9克，好，11克。第二样是五香粉就是羊肉串料20克，用羊肉串料20克，1斤就2克。然后是精盐36克。1斤正好是3.6克，然后松肉粉30克，30克1斤正好是3克，白糖8克，白糖8克就0.8克，味精80克，正好是8克。3、6克、8克，那是提鲜1号40克，提鲜1号4克，3克，再来1克4克，再生姜和香葱，红薯淀粉，然后是牛肉香精15克，槟榔香水有8克，来一点。再是牛肉香精，15克，1斤就1.5克。好，这个就完了。拜拜了。拜拜了。这一是1斤2两，那盆子2两就是1斤，刚好是10斤是100克，1斤呢就是10克，就是。9克，再来1克，好。再来是槟榔香水，这是枸杞酒。对了，这个也按一个配方配啊，这猪腰、猪肝、油腰啊，这些有腥味的东西都按一个配方配，好，这样就行。再是小黑粉6克，10斤6克，1斤就0.6克，对吧？这样一点就行了。这是精盐60克，1斤就6克。2、3、6克，这是白糖90克，1斤就9克，3勺。这是味精80克，就是8克。好，8克。这是甜面1号40克，就4克，1斤就10克。3克，再来1克，好，4克。那是生姜和香葱，这是飘香酱，
下一项酱就是一斤将将就这样一烧。然后是红薯淀粉，再是牛肉香精十克，一斤就一克，这样就行了。把这个完了。